联合国祝您新春快乐。除了为中国农历春节录制官方贺词之外，潘基文秘书长还会见了中国记者，在自己的官邸为中央电视台录制了特别节目。秘书长现场挥毫泼墨，看看这漂亮的毛笔字。潘基文秘书长给您拜年了，恭祝各位羊年大吉，喜气洋洋。